去哪里呀？上班喽。不上班行不行？不上班你养我。房东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呀？你会做饭吗？会啊。你会做家务吗？会啊。那我站在一边给你鼓掌就好了呀，干嘛要结婚？空恨别梦久。房东，你怎么了？我心情不好，虽然跟你没关系，但能不能跟我道个歉呀？对不起。说你错哪了？哎，你是不是单身啊？是啊。我也是。有啥好嘚瑟的呀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两年后你也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，那我们就……你咒谁呢？谁两年后还单身呀？中秋节我要回家了，房东你帮我看好家里的猫。还要照顾什么？没了。那谁照顾我呀？女孩子是不是都那么肤浅，喜欢帅的？你错了，女孩子找男朋友不一定会找帅的，但他们一定会找自己喜欢的。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呀？你怎么又来我家干嘛呢？你不是中秋节要回家吗？我做点月饼你带回去，你尝尝。有个喜欢串门的房东是种什么体验？这个月的房租我不付了，我要买新手机。没出息，你说你花10000多块钱买一个 iPhone 11，你还是天天抱着手机。所以呢？所以如果你花10000多块钱给我买一个手机，那你抱着的可是我的手机。房东，你最近有谈恋爱吗？你是怕那些男人都是图你的房，都不是真的爱你吗？我倒是希望有人可以图我的房，但他们都是图我的美貌。你是不是又打算交房租了？房东，我刚过完中秋节，没钱了。我看你不是现在没钱，是未来的半年都没钱。9月份的工资给了11。10月份的工资给了双11，11月份的工资给了双12，12月份的工资给了跨年和圣诞，1月份的工资给了春节。那你下半年要不要来我这蹭饭呢？爱要双重魔力，也苦涩也甜蜜，悄悄的在心底。房东，总有一天我把旁边的别墅给你买下来，不让你出租这种房子了。太好了，那个别墅刚好可以放在我西湖边的院子里。房东，咱们楼下的车位我可以用一个吗？可以呀。哎，对了，52号车位的车是送你的周末礼物的。可是我睡觉抱的小熊找不到了，能不能买给我一个呀？房东，我家停电，空调不能用，借你这里睡会儿。那你睡客厅。不行，你客厅没空调。哎，你是不是无赖啊？哎，你这么多房间，给我睡一间呀。可是我家只有一条被子。空调这么冷，一个被子怎么睡呀？
算了算了，我去邻居家蹭一下。